早就准备好了。对，那每一个桥段，不管是音乐的桥段，或者是还有一点点柔道的桥段，我们都准备好了。哎、欸啊，柔道的桥段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我不晓得，这临时发挥、啊。请问一下，谁要被你摔呢？哎、啊欸，到时候你来看就知道了。哦，好吧。你想说我当然不是我啦，当然不可能你啊，对不对？你问季啊，我哪敢吓你？啊，哎呀、啊，妈的，我只是好奇。哎、欸，我可以帮你推进来而已，对。喂，对，好，哎，不用学，我从小学就会了。对，这位美女，听起来你是没有做功课。不是啊，美女。你是国中还是？我小学，小学就开始学，然后残障。残障亚运有拿过一个铜牌。残障亚运拿到铜牌，这样知道哈？对，所以其实我都是准备好的啦。对，只是说，只是想把柔道这个运动，然后搬上台面来做演出，想让更多人知道说，看不见很多事情是可以办得到的，除了音乐。还有其他的运动项目，希望大家就是开开心心的来看我们的表演，我想会给大家最温暖跟感动的音乐，让你可以就是开心的回去，然后记得萧煌奇跟小吴姐温暖的音乐。